到40天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备这个工作了，连高峰、栾云平都说的是新相声。今年这个作品其实，还是以往年的那种形式往下推进。然后今年主要说的是初二，之前前年说的是大年三十，去年说的是大年初一，今年呢就说大年初二。这个段新作品、新节目第一个包袱就是回顾去年和前年的相声，然后再说今年的相声。所以我认为这场晚会会很新，而且还请了张国立老师，以及毛晓彤老师，给我们的晚会增加了点新鲜的血液。大爷，大爷好，要盖了。哎，我得往前来点，然后我得往后退。我躺下了，刚才没有了。多吓我呢！拜拜，杨哥。杨哥，路上慢点。拜拜，李哥。学会，你活到40岁，回头你看看那前半辈子，跟电视剧是一样的，而且你就会知道你这一路走来都经历了些什么。要学会心宽，要学会不生气，所有的病都是从生气上。完，你给我买酒买哪儿去了？哥，咱演出不是不让喝酒吗？咱不明晚演出吗？今晚不演。可我不是怕你一直喝到明天。不是我有那么大量吗？哥，您不一直都是大人大量？你嘴挺甜呐啊！今晚我必须要喝到酒。哥，您老让我给你买酒，您倒是给我钱呢。钱？